的，不怎么行的 ，OK 吗？不怎么行，那个不行的有差，不怎么行。对对对，不怎么行。对对对，有时候行，有时候又不行。有时候我不懂啊，你去越南的时候会不会行嘞？哎，你越南扎过水不？错，我的扎过南扎过。手不要比，手不要比，讲就讲，手不要比。哇，水够袂大汗呐！而且他的皮肤白白白白白啊，多大粒啊！卡层嘞，卡层多多地啊！哇，你哇地都出来了，地不出来了。OK， 越南扎过卡水还是啊泰国扎过卡水？休想！我你问到妈妈，你别是鬼王的嘞！哎，我哎，问到你看，问一个天一个地啊，你看。哎，那边泰国你爱学习吗？哇，明显了。哎，可是泰国你看看就这样的，叫你看到我很美的，可是一进房间 ，Hello， miss me， 假啦假啦。我一个朋友双巴剑剑的代志。真人真事。真的这代志，伊去泰国暗暝暗唔敢去行一款地方，啊，拄好啊 ，hotel 的 lobby。啊，有一种吼，用买表买吼，啊，就问伊定上回看，啊，半暝要二点几，我转来二点几，你回去看，啊，伊现伊拄着这个嘞，啊，新加坡你唔知70块呢。哎呦，包场水，我看到。我马来知影包场水无，然后你比了你知哦，未到一分钟哦，伊给我朋友看出来。然后就拄，结果拄着一个偌水的，你知道？水水水。结果拄着来的是阿官。哎呦！你知影一个店，你知无？谁？我一个财神爷肥的。哈哈哈！加辣辣70块，你吃鸡饭不是更好？还可以给你加饭。加辣。马上介绍这一位，哎呦，他的服装每天都不一样。是，他是走那种漫画型的。造型又不一样啦，我觉得今天的造型漂亮啦。而且歌路也不一样。对呀。他看服装唱歌的。哎，对啦，好不好？来个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罗安琪。老师好，姐姐好，我们现场所有的大哥大姐、阿公阿妈、阿哥阿弟，大家晚上好。哥待三年了，我吹笛个惊死人，你都大哥阿弟阿哥人都过瘾了。太会说了，真的真的嘞，哥待就是爱有吹啊。就是我要讲那个阿强阿哥啊，那个红毛丹阿弟和香蕉大哥。隆重，你的名字报出来吗？你讲什么死人骨头，你别听了。我不是听无，我是讲爱叫伊人的名字出来，有机会的。啊，有人叫阿摩丹索，有人叫金蕉索，金蕉哥，金蕉哥啊，金蕉哥，哈，阿那，阿那什么榴莲阿姨呀、啊？金蕉哥，我就知。隆重我派了，除了我讲什么金蕉啦、阿摩丹啦、啊，哎、欸，我是一个很排血的人嘞，你们不知道。很斯文的人是不是？每次我跟你们讲粗话，回去我要念经1000次我回家。最好是。这样的话，你应该每一天24小时在念阿弥陀。对，今年18岁。嗯，对，是吧？各台我修想了，隆重早会回家，高会底下归会。可是我。现在歌台的很少会说有超过40多岁，可是会不因为40多岁都已经 OK 啦，享福了啦。对啊，我在想歌台为什么哦，唱歌台的年纪轻轻都比较臭老一点。哇混打干我哦，比较熟，早熟早熟早熟。哇混给哇捆掉不？唱歌台人下晡有诶无做工诶啊？哦，通常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读书啦，哦，如果没有读书，还在困个阿弥，是吗？没有啦，吓到，吓到，你，他是真的吓到，是吗？到下午啦，到下午。对啦，你还不起来，然后不做工啊，还不带节奏。因为这个唱歌台时间颠倒嘛。哦，对对，颠倒啦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。都是晚上。你没有看到我的 Instagram 啊？我刚刚在讲啦。Instagram 什么 Instagram？Instagram 啊，你看我的 Instagram， 就是我们把什么当作太阳，我们的 spotlight 当作是太阳。哦。啊。超边。